记者会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据说要开箱蔡总统35年前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论文哦。10月中，也就1983年，啊，这个上面证明蔡英文女士已经于1983年6月提交学。好，您可以看到，就是啊，在今天呢召开记者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告诉大家说，接下来就要授权给国家图书馆来公开上架蔡总统的这个博士论文，让大家可以借阅，希望能够对学术的发展能够有所贡献呐。尤志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蔡总统呢，他之前在脸书上呢是 po 了一个叫做紧急避难箱的这个开箱文呐，所以网友也很有创意哦，就把这开箱文呢来做了一个私烟版的啦，叫做外交装备的大开箱啊！您可以看到，除了有很多的货柜之外啊，还有很多的香烟呢、啊，包括像是有总统啦，还有这个吴宗宪哦。但是就是整个飞机上当然是找不到这个蔡总统的博士论文的啦，这是网友的哭诉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蔡总统呢，现在他要把他的论文拿出来大公开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批判起来嘛，我也真的是想批判起来啊。我觉得哈，其实私烟案还不如论文案来的好打，论文案好才，我觉得如果国民党愿意认真打，我虽然在整集我已经是讲了不想再讲了，就完全打无方啊，就不该这样子做的事情，却把它做的好像若有似无，各说各话，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应该请慧玲跟静平，你们去好好去帮他们上一次一整个课，看不下去了。我立委补习班。对，但是哈，你讲的开箱文哈，我观察到另外一个重点，你知道吗？这些律师性格哈，今年哦，光今年上半年大概到私烟案到现在啊，我已经看了 N 次的牛皮纸袋了，你知道，这是律师的一种手法。你知道，就是律师通常会在法庭上，在公房上已经玩过一次了，蔡英文再来一次就是老梗了哈，就是都是这样子。你知道，还有一次，今年我另外一次是看到是那个长荣罢工，他不是有那个缴回三保证吗？然后那个他的律师团也故意把那个他说我们有200-300个都缴回来了，然后我说那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哦，因为那是机密文件，我只给你看牛皮纸袋，啊，牛皮纸袋里面到底有什么不能给你们看哦，里面有200-300个人要缴回哦，我说那拿出来批判起来嘛。那不行不行，牛皮纸袋，然后陈明文再来个牛皮纸袋，现在蔡英文再来个牛皮纸袋，律师惯用手法。他就是要告诉你们说，你看我有，只是你们没办法看啊！你们要相信我，不相信 LSE， 不相信什么，也要相信我蔡英文啊，我才不相信，我最不相信的就是你。对啊，他不相信蔡英文才会一直怀疑，啊。你忘了吗？他是蔡律师哎，但律师资格是真的吗？所以我现在又要问，好像是真的，是真的，觉得大家觉得很奇怪。他说他有说那个静平兄怀疑哦，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好奇啊。他有说教育部跟那个法务部啊，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以前的国民党时代的啊，哦。那你的意思说现在的民进党时代的法务部跟教育部再怎么样都会铺天盖地帮你说起境内吗？他不是，我觉得他这句话有语病呢。那虽然我不是律师，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奇怪，你说以前国民党时代的教育部跟法务部，应该会对蔡英文的资格，或者是不管是学位论文，会有什么样的怎么样，有什么如果是真的有问题的话，他早就挡架或怎么样。那意思就是，那现在的民进党执政的教育部跟法务部都有问题喽。所以他不只是把他自己领导的部会拖下水，而且还有很多的疑点解释不清楚，如同。有志，你刚刚讲了，我对今天的这个开箱记者会很失望。我本来想说，不要说把蔡英文摆在上面，然后旁边放几箱论文和资料，然后蔡英文这样子，然后躺着，然后从开弓往下拍，像网友那个写的那个一样。那我不至于要看到整个画面，但是他起码认真一点，不是要他的发言人张敦涵跟旁边讲了半天，我还是没有办法解读这个解释清楚说。说之前包括美国学者对 LSE 的这个质疑，论文不用提交就可以升到，然后。博士学位，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了很多的这个疑点，包括里面的缺页，他说缺页是当时的这个年代，他的一些什么讲的，印的时候没印出来哦，不管是印的时候没印出来，那我又会抛出一个问题，那这样当时升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那么好拿哦，这么简单的，伦敦政经学院好歹是一个国际知名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学校，那今天被你讲的好像35年前是随随便便囫囵吞枣，糊弄过去，35年前不需要有这个指导教授的签名，论文上不用签名，什么规格都不用，格式都不用，然后原来以前就是交个东西，管你有没有过，指导教授要不要看啊？反正我就
是学位拿到了，那比面试还简单嘞。就在我讲完，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教授说啊，都出去了？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有次刚你讲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也想问对方，然后可是今天在总统府的开箱记者会反而没有看到，所以也难怪像包括彭文正这些独派人士在内要组这些文香团呐。我真的觉得对国民党的确是这个事情慢慢打，因为我还是觉得应该有效。那如果真的蔡英文真心不怕这个火炼的，不怕考验的话，就把整本论文直接放在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然后直接拍一拍。现在要授权给国家图书馆，让大家可以到国图来查阅咯。但是吕副总统就说了，怎么从这件事情当中看起来，蔡总统连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怎么可能把外交处理得好呢？